十七点五十六分了，四月十六号，朋友们，消灭两万俄军了啊！两万大数啊，这个应该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啊。两万俄军啊，二十 <laughs> 万的两万就百分之十啊，俄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战斗力了，是吧？苟延残喘了，强弩之末了。 外强中干了，是吧？硬撑着呢，硬撑着啊！出于面子，是吧？舍不了这个老脸呀。看看，是吧？嗯、骁勇善战的乌克兰三军健儿啊，骁勇善战，浴血奋战啊！看着我就这么痛快。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绝对的中立、绝对的理性、绝对的客观，谁也做不到。真的，谁要说我做到了，那他就该挨雷劈了。谁也做不到，对吧？这次这个俄乌战争一起来，大家都站在自己认为对的这一边，对吧？反正我是支持乌克兰的，我是吧，发自内心的，对吧？ 看着我就是高兴，我就是痛快，是吧？因为俄罗斯、沙俄、苏联、苏俄历史上，他就是一群恶人，他就是侵略了无数的国家，对吧？他杀了各国各民族，包括他自己人，包括外国人，他干尽了坏事儿，真的让我来挺他，是万万做不到，这不可能，对不对？ 这个是乌克兰第九十三摩托化或者叫机械化啊战术群一个营级单位，迫降了俄罗斯的战斗直升机啊，武装直升机叫卡五二啊，给迫降了啊，打伤了吧，打伤了，击伤了啊，力挺乌克兰啊，力挺乌克兰就是保卫和平啊，保卫人类文明啊。 力挺俄罗斯，就是助纣为虐啊！认贼作父。